题西灵璧，北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家好，我是南威艾玛，现居布鲁塞尔，很高兴有机会和全球的青少年朋友们一起参加宋庆龄文化小大使活动，为北京冬奥会加油。中文的学习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时刻刻。我很喜欢中国文化。两年前，我在中国学习书法时，和国内的小朋友们一起参加了牙艺轩书画研学。在宣城，我了解了宣纸的制作过程，亲手做了宣纸。在歙县，我参观了中国歙砚博物馆，亲手雕刻了歙砚。在徽州，我了解了徽墨的制作过程，亲手为墨块描金。梦想开出花，我们绽放吧，这奇迹闪耀在华夏的冬林上，飘雪千万里，火树烟花，这温暖从家乡飞得远空了。天高海也大，我们相约吧，这团聚就好像地球远远大，双手拨云开，世界抱一下，我和你的感动与生俱来的。这幅画是我为北京冬奥画的，它展现的北京冬梦，将全世界的冰雪爱好者激情于奥运舞环。我是一个爱好广泛的女孩子，我喜欢画画、舞蹈、钢琴、小提琴。我在比利时钢琴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我不仅喜欢音乐，我还是个运动健儿。我获得过鲁文杯花样游泳大赛的金牌。我非常喜欢冬季运动。每一枚滑雪获得的雪花胸针我都珍藏着。它不仅代表着我的滑雪水平，它还代表着我学习滑雪时付出的努力。这件运动服上有三位奥运冠军的签名，这些签名展现的不仅是荣耀，更是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祝愿所有的奥运健儿们，带着你们的努力和梦想，激情于北京冬奥会。筑梦冬奥，相约北京，冰雪天地，冰雪奇缘，冰雪激情，冰雪精神，圆梦冬奥，网传全球，2022北京冬奥，我为你加油。